精进群是个正能量的大家庭，给予我们法语的滋润，给予我们方向的引导，是我们互助匡扶共同上进的最好归宿，也是我们招募同频共修的菩提道场。精进群是个温暖的大家庭，风雨中你我相伴，险难中彼此携手，我们荣辱相随，我们进进不退。九年成长，九年梦，九年修行，九年心。下面请欣赏纪录片《精进的脚步》，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回忆精进群的成长。九年前，精进群诞生了，这个发光的名字吸引着净土的修行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他们长话短说，世上本没有精进群，精进者的脚步所到之处就有了精进群，共创上品上升的奇迹。精进群就是一个要求大家精进修行、求生极乐的学佛群。评价一个道场修行氛围是一个重要指标。好的道场，废话少，知见正。要么就是读经看开示，要么就是念佛持咒共修。大家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精进群2000多人是如何做到文明和谐的呢？精进群里专修净土为共修宗旨，以六合敬为共修规约。六合敬是戒和同戒，戒和同修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力和同居。那都是咋修行的呀？念佛持咒，任选一门，专修一生，不换题目。见缝插针，细水长流，量力随缘，不紧不慢，敦伦尽奋，贤学纯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坚固，求生净土，所有功德回向西方。去吧，崭新的脚步出发了。这里有观世音菩萨的厚爱，上品上升的保证，绝无仅有。一人修行，全家得益。大家好，墨学吴先生，去年填表求得男宝宝，九月份小孩平安降生了，感恩菩萨慈悲满了所愿。师兄们好，墨学中秋节，墨学是2018年加入精进群，是因病学佛的。墨学有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盘突出这两种病，当时的身体状况是半边身子已经很麻痹了，用了很多的药都没有效果。墨学加入精进群后，一心一意念大悲咒，靠祷观世音菩萨。经过一年的精进修行，大悲咒念了25万，拜佛拜了10万拜，病就慢慢的好了起来。墨学在这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群主，感恩师兄们，祝师兄们5年吉祥。一个个满愿的故事，一份份喜悦的心情，嫡系的大义，
嫡系的恩宠，你心动了吗？这里有早晚百人甚至千人的同频共修，九地佛菩萨每天特别加持，绝无仅有。这里有佛经班、精读班等，针对精进群量身打造，几年时间会让你从佛法小白华丽转身为树立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当然前提是你肯学，认真学。这里有义工365天为你铺路，排忧解难，加油打气。你的任何烦恼都可以尽情地抛过来。如果你的脚步正被懈怠顽固排挤着，如果你的脚步从不屑于踏入精进修行的圈内，那么苦难和业障从来不会跟你客气。从懈怠到精进，从迷茫到坚定，只要你有想法，佛法里绝对有的是办法。一滴小水珠有了江河的拥抱，便能一往无前奔向大海。你想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？因为精进群得到观世音菩萨特殊关爱的缘故。在这里只要你精进修行，大悲咒佛号信愿行三资粮具足，往生妥妥的，菩萨来保证。这是以业障搏击的脚步，这是去佛法里遨游的脚步，这是精进修行的脚步，这是迈向极乐世界坚定的脚步。精进的脚步，我们永不停歇；精进的征途，我们永远向前。下面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滕师兄为大家做九周年总结。